猫眼生意经，案例讲你听。上市公司高管辞职卖鸡爪，近一年卖出6亿，仅用3年便超越游泳媳妇等凤爪大佬，拿下垂泪榜首。这只鸡爪究竟神奇在哪？泡椒凤爪统治市场20年，赛道超车显然不可能，所以它切换品类，采用先炸后卤的传统工艺，聚焦虎皮凤爪，资金不足，知名度不高，新品牌如何推广？它的做法是投放抖音博主，一条搞笑视频播放量达几百万，当天产品的销量迅猛上涨，再分析消费者画像，匹配相应人群，针对性的在多个平台投放中腰部网红短视频直播，双管齐下。结果就是一提虎皮凤爪，消费者自动对应品牌，好比恰恰等于瓜子，卫龙等于辣条，加多宝等于凉茶。更重要的是用户思维，组建用户测评团，将样品寄给成员测评，平均分超过80分才能上线，不达标则反复调整，甚至应用户要求为鸡爪去甲，这一环节颇耗人工，却能培养用户忠诚度，继而推出其他零食做辅助，通过组合礼包等形式，在节日和活动期间大范围收割，一年销售超6亿。你能猜到他是谁？点赞加订阅加收藏。